洗面呢，娘。上妆，把钱给你准备好了啊。几块钱来了。哎，二千块钱都给我了，钱。喂，喂，喂的，你试用了，我牛都给他买的。叫他妹妹给俺阿姨方便。这就天天搁这吃的喝的，不上货了。老板把你带去，怎么装里边？净是带去的嘞。本来不上货，你把你孩觉得他们都吃完都上货了。给吃了呗。到了还装了火盆了，给。正好拿一个。我没时间。到了。你开了头点头疼呢。啊，心头了。上。呀，这个兔儿。上面这样吗？你不是一直想学那细穿这样开门？反正它是这是个猪兔，猪兔是介绍咱收工啊、棉料啊什么的，然后后边咱可以放孩子的。然后再你不如在他俩穿一个，一个手拿的一个衣裳间，指着你让他们知道点儿。后三张，然后还有一张是。穿哪个好看？嗯，都知道叫穿三张好看。三张。对。这个也好看。对。哪个好看？你想说哪个穿哪个？这不像这男孩了。那个中性。不是男孩。还有了。哦，这个。还有这个花儿面。嗯。这是第一个来了。还有一个花儿面。第一个这个。嗯，这个。第一个这个。这俩还是不一样是吧？不一样，这个小我不能穿。哈哈哈哈哈！那是惊喜，是。爸爸见了，我俩走开。哎呀，你不到这个。姐姐给老公送金蛋。一十个碗，一个人丢了一个，新娘一块洗的金。那这个晚上洗谁的米儿？十块钱洗便宜啊！一个晚上洗一个人皮儿，谁吃饭不刷碗能罚钱啊？好主意啊！老子脸上伤痕，我看那谁不刷碗，老子一个碗十块钱，我看那比一顿饭还多啥了。那直接扔碗换新碗。哈哈哈哈哈！你看姐过两天不是重上去了？俺姐，你大两个人，那路上事儿还多点。我说我跟你说。香，慢点我得下一点吃点，来啥饭再吃点，那好了你走路过越来越好了，走路过越来越好了，快吃饭了，快吃饭了，现在还快了，你看没了，你看没了，快吃饭，慢忘了饭都没吃，你快吃了，快吃饭了，那行饭抢着吃的香着呢，咱吃的鸡爪子，买鸡爪子。哟，嗯，大块鸡蛋是整个鸡，好吧？半个鸡。哟，我那次吃两个鸡爪子。爪子抓。几个鸡头啊？也不说。哈哈哈哈哈！没想到一个锅里边，然后咬着啥是啥，应该是。里边看鸡爪子第一时间成熟了。这个多。今天这个样子吃好吃，我今天吃饭了，往这来吃饭了，吃的香。现在我感觉我买外包没有用，咋样？机会不用找客，找客干。哈哈哈哈哈！吃个，这个几块钱？等会儿我一个，不贵哈，不也不便宜，不便宜。但是那个我也不想家里边那两块钱弄我大。嗯。保证一下，有尺寸有尺寸。嗯。这不用梳理，干大汤。今天咱做那个鸡爪多好吃的，嗯，跟咱那次吃那个罐儿的鸡爪一样，特别特别软，特别嫩。
酱酱酱酱，真是，我这个眼关节，哎呀，吃点东西可要了，这一块真不行。不是发现恁那团队少人呢？对，少个人，慢来吧。呀，我这嘴里流了一地了。慢点吃，慢点吃饭吧。好嘞，好嘞，结束了，我妈，我真忍不住了。这是一锅汤。